各位观众 ，Hello everyone，Welcome to SBY's Live Show。好啦，老套就不照做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那大家知道说，这次独龙啊，总共是开了三天的时间，不过第三天只有两个小时，就是六日，然后加礼拜五的两个小时这样。好，那梦魇节的时候有直播嘛？不过直播的时候就是一直没有通过，就觉得很可惜。可是之后我私底下打是有过一样的队伍，所以大家可以，我点到排行榜。对，一样的队伍是有临时通关的，对，所以妖精你不见得要满等，可是血量要超过8732，嘿，对，好，不过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打的不是独龙梦魇棋，嘿，因为打起来可能真的太费时了啦，我好，然后我个人本身是很喜欢独龙这张角色的，因为其实在他第一次出的时候我就很想拿到，只是很可惜就是之后的第二次还第三次复刻我才拿到，嘿，那我今天知道他可以全能解放，我更兴奋了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众所期待独龙解放 Go 哦，真的超兴奋哦，因为那时候就是真的很喜欢独龙这张角色，嘿，然后我也没有看关卡资讯，就是凭着自己的实力来解放哦，好，那一开始这边是光暗盾三属盾哦，所以好，那一次转无数看看。水火木光，不过好像也只能打到一只而已哦。好，对哦，还会扣血哇？对哦，一次是扣10%哦，13168是不是？哦，所以我们要在十回合内打掉哦，十回合之内没打掉就是你死掉，因为毒龙回复力是零，它也不能回血。好 ，OK。好，带走。第一关一定要两回合啦，因为你不管怎样，你转到三属、转到五属，都还是只能打一下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就是什么新转木符石。好，那我们就是可以多留一点心下来，这样。不过也没关系，给他转就好。好，然后火珠啊，没接到，没关系。然后他会转，好 ，OK， 好，没有关系，他把它转成这样是对的，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回血。哦，又掉一串木的，不错，好好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乱掉了，乱掉了，哦，可恶可恶，好，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，可恶，好好一个版面被我自己打到乱掉去，这样对吗？来吧，好，十回合内打掉，哇。糟糕，好像有点紧绷哦。六，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好。哦，最后一下，再一下，再一下。哦，看来要过了。叠珠 ，OK， 过了过了 ，Yes， 众所期待，独龙解放，刚好九回合打掉，最后剩1368，嘿，对，哇，超兴奋的啦，哇，我最喜欢独龙这张卡，嘿，那有看我早期影片应该都知道，很多都是用龙队在打啊，现在就是被那个什么地精更吸引这样子，好 ，OK， 那他就是。它有两个主动技啊 ，ACT 1是那个就是本来是回复龙类所有血量，然后现在是回复龙类 1.5 倍血量哦，就是你可以再回更多这样。然后第二个是我这个真的很好，这个是木真伤或龙真伤角，这个很珍贵哦，只是你要消耗现有75%生命，嘿，不过这张真的是很棒的真伤角，嘿，对，好，我们毒龙解放成功，哦，吓死我，哦，毒龙解放成功哦，然后。也顺便满技哦，真的很喜欢这张角色，嘿，对，那今天就是把毒龙解放的那个短片，嘿，献给大家看，嘿，希望大家喜欢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